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条毛的 channel 啊！早前就收到 Happy Park 的邀请，今天就带他们来玩水啦。由于 Genki 他本身就不是很喜欢游水的，所以我们就带了这两条毛来做代表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开心乐园。在这登记完成就可以开始玩水的啦。我们一起落水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啊好选手，哎呦！我落水，我都落水，真系好似毛毛啊！飞龙踩，喂！啊！挂住布丁啊！前嚟嗰度哦。你几斤？咪咪。我几斤？几斤？喂喂。我觉得铺垫就是闹他的。我放你边。热完身之后就拉大队出去上滑梯了。铺垫，上嚟上嚟上铺垫，呢度呢度。铺垫，直。出发，我哋嚟啦。一、二，铺垫 ，go。呢只肥米奇真系蛊惑啊！趁住妈咪一个唔留神咧，佢竟然佢自己嚟啊！好，笑死我！佩服爸爸咧，可以单手请只肥猪仔上去啊！再见，我哋一齐上啦。六，一。再见，各位，各位。他自己走先啊！好叻啊！系啊，佢咪就好有自信咯 ，Buddy。毛毛就比较打啲啦，比较打啲。上唔到去啊！走 ，Goodbye。有咩叫落嚟啊？老公 ，Come。Oh no！ 玩完呢个夏威夷池咧，我哋就去咗上次冇玩到嘅冰雪乐园啦。今次仲多咗一个士多啤梨池添啊！爸，真系好衬只米奇猪啊！咩你海狗？哇，三只齐晒啊！老公入去嘅。仲喺度游紧啊！只手，而家系咁嘅，等爸爸落嚟啦！而家呢度呢度过去，过过过过过过，喂，刘叔过嚟。走啊！我走啊！
爸爸玩完这个表示筋疲力尽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所以 Boodin 和来福就预约了乐园去帮手冲凉，我和妈咪就出发去自己帮米奇冲凉。冲凉啊 Mickey。你哋都系咁样整，好似系啊，乖嘛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下次我都一定要夹好时间一齐落水玩翻饱啊！今次就辛苦晒三毛爸同埋三毛妈啦，提供咗最佳嘅节目效果啊！今次亦都系来福第一次嚟游水，相信大家都睇唔出咧，果然阿 Sir 调教过嘅狗就系优秀，睇下佢几乖。睇得唔够厚嘅朋友仔咧，欢迎睇多几次啊！如果大家有啲咩题材想睇嘅话咧，都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。中意我哋 channel 嘅朋友，记得要 subscribe 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